关心的是第一届世界棒球十二强赛，今年的11月将要在台湾和日本举行，两支地主队的开幕战都会在自己的国家来进行。对，那国际棒垒球总会呢，在今天是公布了这个赛程还有分组。那中华队被分在 A 组，9月9号的首战呢，将要在台中洲际球场来迎战荷兰队。世界棒球十二强大赛集结了棒垒球总会排名前12个国家参赛。20号在南韩首尔公布了首轮分组名单，中华队在 A 组，同组还有红色闪电古巴、荷兰和加拿大等国家。至于 B 组这边，有共同主办国，同时也是世界排名第一的日本，再加上第二的美国跟球迷们最希望打败的南韩。这样的分组结果避开了日韩美这三个棒球强国，看起来签运还不错。不过联合报资深体育记者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。目标就一定是要争取到分组第一，这样就可以对到另外一组的分组第四，这样是最有利的方式。那如果是在预赛是2、3、4名的话，那恐怕就避不了美国、日本、韩国。首届的世界棒球十二强赛今年11月8号到21号由台湾和日本共同主办，分组预赛和8强赛都会在台湾举行。中华队要在 A 组拿到前2名问题不大，只是接下来的8强赛就有可能遭遇强敌。中华队11月9号在台湾的开幕战对手是荷兰，而 B 组的日本开幕战选在北海道札幌巨蛋迎战南韩，都是亚洲球队打头阵，看得出这项赛事要和大联盟主导的世界棒球经典赛分庭抗礼的味道。2017年的世界棒球经典赛哦，可能之前传说不办了，所以国际棒总为了要延续这个棒球的热潮，另外举办了一个层级高的比赛，因为现在世界杯棒赛也没有。B 组的开幕战打头阵11月8号由日本迎战南韩，将会在日本札幌巨蛋举行，但其他 B 组预赛都会在台湾打。不止台湾强调会组最强中华队应战，日本更是要征召一支梦幻队，希望能把冠军留在国内，为棒垒球重返2020东京奥运造势。有点 TV 甘邦姐郑维仁综合报道。